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欢迎收看由腾讲为你带来的这个 Jump Boss 啊。咱们接上期视频啊，咱们来看看这个都有什么东西啊。咱们其实可以接着继续打啊，这个没什么用啊。有没有商店？我看看。哦，商店在这儿。道具，招式技能，买一个试试啊，看这是怎么用的。龟派气功。哦，这一上来就有很多技能啊。膨胀求道具。这是那个，应该是个觉醒技啊。买了这个试试啊。好，然后服饰呢，之前下半身太丑了，不是这能不能试穿，不是你这试穿都不能试穿，有点太黑了吧。这个给你买一个吧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适合咱们的。这钱就败完了。哎呦，下面啊，行，这样啊，咱们可以，咱们这个调一调，调一调。这玩意儿怎么用呢？啊，要10点 SP， 咱们就3点。这几年这个万代造的这些画面说得过去的游戏读盘都是个问题啊，感觉就有一种感觉，这 PS4 跟机能不够一样。哎，刚才买的那个，哎呦，这好奇怪啊，刚才买的那个技能去哪儿了？伙伴技能也不是啊，那先这样，先不管，先把这个衣服换一下。哎呦，这个颜色太炸了。先这样吧，上半身也换一个吧。好，先这样，比刚才好看多了啊。
好，然后咱们先去打主线。哎，这就好看多了。原来太丑了。好，下一关啊，这是什么？魔术师。死に神クイズ。スナシグレ。哎哎哎，啥事？スナシグレ。还行啊，这攻击力。見せ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哎，好了。哎，好了，他这个大招判定是怎么出来的？我没看呢。哎，好了。当身反啊，这种。哎呦我去！好，今天挂了。我来把大招给他换了。这个人现在是三个技能都是火影系的，一个是龙珠系的啊，看着特别奇怪。好，下一关啊。
我去，我艾罗也太直接了吧！他这任务直接说了一个我明白了就走了，这毫无存在感。啊，周周。什么最强大武器被封住？说什么白银之星？这周周第一次出现人吧？这是空调承太郎啊。看看他这个。做的怎么样啊？我记得之前这个天国之眼那个游戏，格斗系统做的非常非常蛋疼啊，也就是比那个假面骑士稍微好点。坏了坏了！大哥，こいつをくらいな。時間を止められるのはあいつだけじゃないんだぞ。手加減なしよ。遅いわ。はい。くらいな。坏了坏了。当たるとやばいかもな。哎，这镜头怎么又能在天上放了？好奇怪，不是本来不能吗？好火球又能在天上放了，啥是宇宙？啊，这个不行。哦，能在天上用就好很多了。哎，好了。哎，这。哦，大招是能防的这个游戏。这游戏换人。没有看出来有什么用啊？他换人他就有点像那个《究极风暴》里面那个，就上来打一拳他就换了。那《究极风暴》我没记错的话，血条是共用的哦，血条也是共用的，记不太清了。哎，这五艾罗也这么凶，这个游戏的这个建模师。恶意很深呐、啊，这个。我再去买个，我看我多少钱，6000啊，够了。那再买个衣服啊，买个技能，把那个大招换成火影系的。
挡身伞。哎，圣斗士星矢也有啊。哦，对，好像是有啊。买不起啊，太尴尬了。得嘞，那还先这样吧。唯一的一个那个大招是七强，他大招是七强，应该是看价钱能看出来是什么技能。哦，这个自由任务还得一关一关解锁。行，咱们先打主线吧。老悠悠白书，
好，继续啊，下一关，暂时主线就剩这一关了。哦，他这套连招打完落地的天上不能用这个，同时可以。有这么疼？哎呦，这么疼！啥呀？这什么玩意儿？坏了，这火拳还有距离。哎，要死！エースから受け継いだ力だ。完了，大招还没用，要输啊！ほら、ほら、出りゃ、おし、引き裂け、竜の鍵爪。アバンス。哎呀，赢的真是太玄乎了。这跟那个燃烧之血里的有点像啊，那个做的那个。那个龙爪拳还是叫什么的，从天上往下跳的，基本上感觉一模一样啊。はじめまして。僕は矢神ライト。今日から君たちと共にこのベースキャンプで活動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。と言っても君たちとは違って強靭な肉体も凄まじいパワーも備えてはいない。这游戏怎么做呀？随便画一下就敌人就死了，也不可能啊。ただの人間さ。
リュウク、本当か？僕はそろそろ行くよ。それじゃあまた。可能是因为咱们不是二次元的人，所以就能看见他这个死神。好，那这一视频就到这儿，先咱看啊，欢迎大家订阅，我是频道，咱们下期再见。